早安，现在是早上7点钟。大家看一下，快进若松的早晨。我现在刚刚从床上爬起来，眼镜都还没戴，没有把完全没办法露脸。啊，今天是在辅导的最后一天。今天天气超好哎，为什么前两天不给我这样的好天气呢？怨念。远方还有太阳要升起来，今天不过今天云层感觉正厚了。OK， 准备开始换衣服。我现在在那个已经搭上了从快进若松车站往仙台车站东口的高速巴士，这样子从这边到仙台东口大概需要。每天有8个车班，那通常都是整点的40分发车，我搭的是早上第三班，就是8点40分的，然后到仙台大概11点05分，所以大概2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然后车资是3100块，外面开始下雪在要走的最后两天才开始下雪，真的是运气不是很好啊。那原本我还担心可能会没有位置，但是现在是车上还蛮空，虽然这边不是发车的地方，像是第三个站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看来搭车的没有那么多。那从快捷的方式开始。昨天晚上就是断断续续有下一点雪，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屋顶上都积了薄薄一层这样。那我想今天的雪要是这样下，又下个半天，可能积雪会更多。哎，我们跟雪景无缘呐。希望明年的，对，我现在想一下，明年的冬天应该还是要从无雪的地方去比较好，还是想要看看漂亮的雪景这样。仙台